那时候当书店助理，有时候会连两天不投案子，出班到现场，客服都到了，连整整迟到一个小时还没来。一问之下才发现，我把他的时间发到 B 案去了。节目企划常有一个时间是要配合艺人，比如说他跟我约下午两点，是个男艺人，1:50的时候跟我说他等一下有朋友要来，所以要跟我同时间。最妙的是2:10他打赖给我说现在十分钟，明天晚上10点小明星大跟班。